矫正我们的英文发音啊，还有熟悉一词多义。所以一开始先把这些念一下，中文待会再看啊，你自己对一下啊，就我的发音还有这音标显示出来啊，这是单字啊，这是音标，要看看差多少。Jack, Jack, Jacket, Jacket, Jail, Jail, Jam, Jam, Jazz, Jazz, Jealous.Jealous, jelly, jelly, jet, jet, lab, lab, label, label, labor, labor.Laboratory, laboratory, lace, lace, lack, lack, ladder, ladder, lady, lady, lag.Lag, leak, leak, lamb, lamb, lamp, lamp, land, land, lane, lane.Language, language, lap, lap, lash, lash, last, last, late, late, later.Later, Latin, Latin, lay, lay, lazy, lazy, lecture, lecture. 我们看看意思啊，意思最麻烦，其实音标问题没那么复杂。就是要熟悉啊，要能够区别啊，当然发音要准也是很累啊，就是如果不是母语啊，没有的话很累啊，但是比起这个一字多义的小菜一碟啦，一字多义最麻烦，而像外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啊，他的当然他是母语啦，他发音基本上没问题嘛，可一字多义啊，老外也不行啊，当然老外程度不一样啊，就说大学毕业啊，大学的程度啊，他也没办法啊。不是说他不认识这个单词，而是说他不知道大部分，不要说所有了，所有的是不可能，大部分也不知道啊。就这个也是，因为他是使用者啊，但是也就是他碰到的会啊，没有碰到就不会。像 Jack， 当然大有名大写啊，专有名词就。杰克嘛，我们讲杰克嘛，啊，这专有名叫大写嘛，但是小写也可以啊。这边基本上都是小写啊，除了这个扑克牌的杰克以外，他当成人的名字嘛。啊 ，Jack， 当这个男人或小孩，男人或男孩，大小写都可以了啊。就是 Jack， 因为他名字很普通嘛，就像汤姆嘛，外国人喜欢取名汤姆，汤姆就 Time 时间嘛，
Mary 啊，喜欢去玛丽嘛，因为跟 Money 啊有点像嘛。Jack 也是很普通，就是一般的啊，一般的男孩子，我们男人啊，也可以当普通人嘛。然后呢，以前呢有小说啊，常常的仆人啊，水手啊，就杰克嘛，杰克太普通了啊。那后来现在仆人啊，水手。啊，这些都是大概跟人有关系，那后来变了，又变了，变成机器工具啊，起重机 Jack， 那我也不知道起重机怎么会叫杰克，当然一定有它起源呐、啊，有它的脉络啊，有些我知道，有些我就没有去查，就不知道啊，也可以当起重机 Jack， 啊，千斤顶啊，起重机倒比较笨重啊，千斤顶简单嘛，摆在车后行李箱就可以啊，就是把东西撑起来的意思。啊，扑克牌的杰克啊，又变了啊，可以当家里的插座啊，电器的插座啊，插孔啊，又变了，还可以当公的骡啊，你看多麻烦啊，驴呀 马驴呀骡啊，公骡啊，又变成啊 Jack。那你说那个母骡呢，或者母马就 Jenny 啊，珍妮啊，所以杰克也可以是公骡啊。然后母骡母马就 Jenny 珍妮啊，也可以当船呢、啊，最前面的那个旗子啊。所以你看，老外也不知道嘛。老外你说捷克啊啊这些啊起重机可能知道啊，搞不好连起重机都搞不清楚啊。插座这是常用的嘛，外国人就是母语嘛，越常用的他越会啊，越冷僻他越不会啊。那动词也可以当用起重机举起来，或用千斤顶啊拖起来啊。Jacket 啊 ，jacket 就是夹克嘛，所以我们很多中文呐、啊，它就从英过来啊，夹克嘛，夹是把夹起来，克什么意思？克敌制胜啊，夹起来克敌制胜，讲不通嘛，就是 jacket 过来。那什么叫夹克？就是上衣嘛，当然有厚夹克、薄夹克不一定啊，就是外套嘛、上衣啊、夹克。这个很特殊，马铃薯的皮啊，老外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这是外面那一层嘛，反正它是 jacket 就外面那一层的意思啊，衣服也是外面那一层，马铃薯外面那一层皮嘛。但是怪啊，它又主要是指马铃薯啊，马铃薯也是常看嘛。你说苹果皮啊，它就很少用 jacket。啊，书籍的护套也是外面那一层嘛，唱片封套啊 ，jacket。动词呢就跟着相关，加上外套啊，或者护照或者外罩啊这些，啊又变了，就打一顿啊，揍一顿啊 ，jacket 啊又变了，然后给某人穿上紧身衣，就是像是精神病患了啊，啊怕他乱跑乱动啊，人身攻击啊，打人啊，所以穿上紧身衣。jail 完全不卷舌，前面两个都是大卷舌。jail 就不解释啊，就监狱嘛啊，监狱拘留所啊，然后要引申成这个抽象名词啊，监禁，动词就是关起来嘛。jam 也是大学生啊，jam 这边漏掉一个名词啊 ，jam， 这个名词也可以当果酱，这边漏写一个啊，就是。但是果酱它反而就是一个意思，但其他意思又很复杂，所以果酱以外也可以是塞进去或挤进去啊，或者堵住了卡住，或者堵住卡住就发生故障嘛，又引申出来给人家广播说你用啊用其他的啊音波什么啊或电脑或什么去干扰，那动词就是变成很拥挤啊堵塞住啦。啊，这名词啊，前面动词啊，就拥挤、堵塞啊，堵塞物或拥挤的人群和国家。Jazz 啊，也是大卷舌 ，Jazz 一般就爵士乐嘛。可爵士乐啊，它是很休闲的啊，又给人活泼的感觉啊，它散拍啊，跟一般的不太一样，所以很多那个餐厅啊，或者是比较、餐厅俱乐部啊。啊，背景音乐才能放爵士乐啊，爵士乐就很轻松嘛，也蛮高档的啊，爵士乐其实很高档。
啊，中国大陆常常看一些选秀歌唱节目，说，哎呀，那些啊，这个导师啊，评论说，哦，爵士乐小众市场，就觉得奇怪，爵士乐怎么会小众市场？怪了，也可以当活泼或喧闹，动词呢就奏出啊，爵士乐啊是活泼啊游荡，在西方爵士乐是蛮主流的，那怎么到中国变成小众市场？这很舒服的音乐怎么变小众了 ？Jealous。啊，卷一半啊 ，jealous， 啊，它只能当形容词用，就嫉妒的啊，吃醋的啊，这个重词就很简单了，一个词性啊 ，easy 可以算一个嘛，嫉妒吃醋嘛，这就简单 ，jelly， 啊，卷舌卷一半 jelly 啊，就是果冻啊，啊，果酱啊，啊，胶状物啊，像水母啊，就是半透明的 jellyfish， 啊，动词就是结冻啊，成胶状啊，或凝结在一起啊，就大概这些意思啊。Jet 啊，就是喷射出来的意思啊，所以也后来也可以当啊 Jet， 所以这边啊我们说喷射器啊，这个包括啊包括喷射机啊，嗯，就喷射啊，名词喷射啊，啊喷出的东西啊，或者喷嘴啊，像有些那个什么啊。那些电焊的那些枪啊，啊，给个喷嘴啊，啊，或者说你洒水啊，在庭院里面洒水那个高压的啊喷嘴，或喷射器啊，一个喷射机啊，啊，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啊，可以当黑玉啊，动词喷出来、射出来啊，或打喷射机旅行啊，形容词很特殊啊，黑玉的啊，黑色的玉啊，比较少见 ，lab 啊，就是。Laboratory 就是实验室的缩写啊，待会就看到实验室的 label， 而且完全不选择 label 啊，名词就是贴纸啊、标签啊、商标啊、符号 啊这个少见一点啊，就有可以自贴的邮票、自粘啊，就带胶水的邮票啊。但是你说那怎么卖啊？带胶水湿湿啊？不是，它是干的。那有时候你加点水，甚至有时候没办法就用手沾点口水，哎，这一碰上去它就变湿了啊，就变带胶水了。动词就是贴标签啊，贴标签在什么商品上面啊，贴标签嘛，就告诉人家是什么东西嘛，就是称为什么东西，我列为什么东西，或者归类为什么，都有一系列的啊这个逻辑的思考可以推理出来。Labor。啊，完全不全是 labor， 就劳动啊，名词劳动啊，或劳方啊，劳工这些就劳动啊，动词就是劳动啊，或劳动嘛，就是很艰苦的干活嘛，或努力嘛，然后又引申出来变很努力，很努力的去争取啊，或者很详细说明，但通常是指这个。做过多不必要，做太详应该加一个太详细的说明。你说详细说明不错，可是他常常意思废话太多，讲的太细啊，就跟我废话很多一样。形容词呢啊，就劳工的啊，这劳工嘛，劳工的工会的啊，英国工党的啊，这个时候常常就大写、啊、laboratory 啊，这前面是大这个大卷舌，后面是 o 完全不卷舌 laboratory。就实验室啊，研究室啊，啊，后来又变成化学工厂啊，药厂都可以。lace 啊，我们说这个鞋带啊，鞋带 lace 啊，完全不卷舌。袋子啊，它就是袋子的意思啊，但是经常也用作鞋带啊或花边，饰带啊或精细的啊细网状的一样织物品。动词啊，就穿袋子啊，用袋子穿过去啊，或者用袋子绑住，或者穿鞋带也可以啊，用穿鞋带也可以啊，啊，用花边来装饰，类似它就是主要一个就是比较细的绳子啊，另外一个就是花边啊，它主要这两个意思啊，然后又变成鞭打。lace 也可以叫鞭打或赤马，但这边用的少一点啊。lack 就缺少嘛，动词缺少嘛，或者缺少就需要什么东西嘛。
名词也是欠缺嘛，没有嘛，或需要或缺少东西啊，就 like 也简单啊，基本上虽然有动词名词，基本上就缺少 letter 啊 ，letter 就麻烦一点啊 ，letter 本来很简单，就梯子嘛 ，letter 大卷舌梯子嘛，梯子或像梯子的东西啊，或者阶梯啊，楼梯也可以啊。啊，当然是一定往上爬的嘛，如果平的啊，那个就不算。啊，你往上爬嘛，啊，引申出来变发迹的途径啊，你成功啦，你赚钱啦，发迹啦。啊，这边就比较特殊啊，就是丝袜，还有是，通常指那个女的啦，男的也可以啦，用丝袜很多啊，或者毛袜啊这些，啊，或者你衣服是那种抽丝也都可以啦，但是通常讲女人的那个女性的丝袜用的多一点，抽丝啊就破掉了啊，或者还有一个啊，这边没写出来，梯形裂缝也不一定丝袜，就是有什么东西啊有一个裂缝，因为梯子嘛，有点像梯子形状裂缝也可以啊，这个没写上去啊，动词就是啊装上梯子，这个没问题，这应该放到最前面才对啊，或者抽丝啊。另外可以当发机啊，成名 ，lady 完全不角色 ，lady 就女士啊、夫人啊、小姐啊、淑女啊、贵妇啊，甚至也可以当妻子啊，妻子。那还有 ladies room 啊，就是通常大写啊 ，lady 啊，有时加 ladies 啊，公共女厕所啊、女盥洗室等等啊。lag 这大全是 lag， 动词走得慢啊，走得慢落后嘛。啊，另外比较特殊就是套上一个外套或者一个保暖层呐、啊，啊，这个跟走得慢就没什么关系，所以一枝多用最麻烦。有些人真的推销不出来啊，它都有一些文化的啊、历史 ，OK， 还有一些区域性的一些典故、一些变化，那没办法，外国人他也没办法，他只使用嘛。你问他为什么是这个，他也不知道啊。所以说老外还要问我说什么意思啊？有些知道就告诉他是怎么演变过来，有些我也没办法。所以这不是自吹啊，这我认识老外，一些老外朋友啊，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不会怎么样嘛，哎，这稍微时间久一点，他就知道我英文程度不错啊，就开始问我啊，所以以前有些台湾人啊，就好奇怪，什么好像老外在跟你请教英文啦、啊，我说啊，有什么不对啊？我说老外怎么跟你？我说为什么不能请教英文？那中国也可以跟老外，跟这个外国人，他中文学得很道地道，或者有念过古书啊，那这很正常嘛。但是没办法，一般华人就觉得外国一定比你好啊，那一定是你问他、啊，怎么可能他问你啊？这是短视啊，短见。名词的落后啊，或者衰退，或者时间的间隔，或囚犯啊。在那个也可以当囚犯，这个很特殊啊，怎么推销啊，落后怎么变囚犯啊，慢慢的走。Lake 完全不卷舌 ,Lake 啊就是湖啊啊，或者储存那个油啊，以油为主啦 啊但液体或者化学液体啊，就是液体的池子啊，也可以像个湖一样啊。Lamb 像这个 B 不发音啊，常常在 M 后面的 B 就不发音，所以很多自然发音法就告诉你啊，什么字什么字母在什么后面就不发音啊，什么字在什么前面就有母音要怎么发啊，啊归纳出一个东西啊，但是没办法，有能够对个六七成就不错了。最有效的还是每一个字都念啊，那你说外国人哪有学什么自然发音法嘛，那就是他也是自然发音法，是另外一种，就从小跟爸爸妈妈学嘛。啊，从小不断的被跟着，慢慢到大了差不多，又到学校去念书嘛，就差不多了。那我们一般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的，就最好就是老老实实的啊，每一个啊。所以我20个频道里面基本单词不用，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把常用单词啊，每一个字啊，这个怎么发音啊，有哪些意思啊，都列出来啊，都有例句啊。这边没有例句啊，这边只是讲这些东西啊。但是所以要看例句，去看我那个20个频道里面基本单词篇啊，那个信息量很大，那个可以把你的英文程度啊弄得很扎实。那一般就小羊嘛，也可以当肉啊，所以有些动物啊它同时那个字就是肉啊，但有些字就不行啊，也可以当小羊皮啊，羔羊就小羊嘛啊，通常不到1岁嘛啊，小羊乖乖的嘛，也可以当柔顺的人嘛
啊，柔顺就是笨笨的、啊，有时候就说是容易受骗上当的人。啊 ，lamp 啊，也外国人也常啊把它用大写啊，耶稣啊，或者小宝贝啊、小乖乖啊，叫女朋友啊、叫老婆叫 lamp 啊，当然也可以叫小孩子啊，当然叫小孩子比较多了。动词就是生产啊，就是母羊生小羔羊、小羊。lamp 大全是 lamp， 一般就灯嘛，啊，灯很简单嘛，啊，也可以当灯火，也可以当照射器啊，动词是照明嘛、发亮啊这些。land 大全是 land 啊，就是陆地嘛，名词就陆地嘛、土地、田地嘛，啊，又引申出来可以当国土、国家嘛，也可以当房地产嘛，但是不包括房子啊，是土地，啊，也可以当田园生活。那动词有登陆啊、降落嘛，就是从高往低嘛，降到地面上嘛，降落；下车嘛，就车子脚踏到地上嘛；啊，卸货嘛，卸到地上嘛；啊，陷入到地上，陷入什么情况？我把鱼钓上来啊，把它从水上啊钓到陆地啊，捞到好处嘛，啊，给予打击啊，这两个用少一点啊。但是少归少，并不见得不会用，所以你把 land 可以用到捞到好处、给予打击，造个句啊讲出来，那老外会吓一跳。lane 啊，完全不卷舌 ，lane 就反正小的路啊、小路相弄啊啊，后来又引申的车道啊啊，这个线道了、啊、直线道啊、球道、保龄球那种 lane 啊，或者是游泳道嘛，游泳池要分好几个、区域嘛。啊，各有各的嘛，不然会撞到一起嘛，或通道，又可以当船或飞机的航路嘛，啊，所以，的这个尤其飞机啊，都要塔台啊，控制塔台都要讲好，啊，不然的话撞到一起那不得了。language 啊，就语言嘛，语言，但是语言不是只有讲文字啊，就包括说跟写叫语言嘛，或它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嘛，啊。后来又引申出来可以当激烈的言辞啊，或者骂人的话，这是衍生出来的。lamp 大卷舌 lamp 啊，就是重叠嘛，啊，两个东西重叠的部分嘛，啊，或者两个圆圈嘛，交杂在一起一个重叠的部分嘛，或者这个很多啊，我线的一圈一圈呐、啊，或竞赛场的一圈呐、啊，这个赛跑多少800米多少米啊，一圈呐、啊，啊，400公尺一圈嘛、啊，一般是400公尺一圈嘛。啊，泳池的一个来回嘛，啊，用旅程的一段，就是一段的意思啊，就是重叠，老是会重复嘛，啊，因为泳池游来游去会重复嘛，竞赛400米嘛，你跑100公尺不会重复嘛，400不会重复嘛，可是你跑800、1600啊，就重复嘛，但旅程的一段应该是不会重复啊，但用上去，动词就是部分重叠啊，或者折叠啊，包扎。围起来啊，跑完一圈啊，这些意思。lash 啊，大卷舌 lash 啊 ，lash 就是鞭子啊，鞭子啊，又引申出来鞭打或抽打，又引申出来啊，就是风啊、雨啊、海浪啊，猛打，好像用鞭子来抽那个陆地一样啊，或抽那个船一样。我责难啊，打你嘛，好像就是要处罚你嘛，责难。啊，另外就当人体的这眼睫毛啊，当然有时候加 eyelash 就更清楚，但是独立用 lash 也可以啊，眼睫毛。动词鞭打、抽打，我抽你啊，会抽打鞭打就急速的挥动嘛，啊，用力去猛击嘛，啊，斥责啊，风啊、雨啊、浪啊，猛打、猛拍啊，拍打还斥责啊，驱使、煽动。用绳子扎紧啊，这些意思。Last， 英文就会念 last， 所以常常这种大卷舌的 add 音，英国没有这个音啊，它有不卷舌的 a 跟卷一半的 a 啊，但没有大卷舌。但碰到这种音，英文常念 r 的音 last， 所以英国音啊跟美国音差很多啊，但英国音有好多啊。你说英格兰音我们听起来还比较没问题啊，苏格兰我觉得还好，我安在威尔斯就麻烦一点啊，怪腔怪调。那到了苏格兰那不行啊，苏格兰有时候简直是像另外一种语言，根本听起来不太像英文了。
哦，听到最离谱的是南非啊，南非的英文倒没问题啊，可是南非另外一种英文啊，有一次碰到一个南非，他跟我说我讲一个你觉得听不懂啊，但是是英文哦，我说你试试看吧，一讲我真的一个字一句话都听不懂，他说那也是英文啊，也不知道怎么英文。当然了，英文如果是古代英文或中国英文，像讲话，那我们基本上美国人英文也听不懂啊。就像我们汉朝的人穿越时空来现在，我们可能也听不懂啊。就动词啊，持续啊，或者保持良好状态，或度过一段时间，或拖过一段时间，或者够用啊，这些的变化都蛮大的。形容词有最后的啊，唯一剩下的啊，它也可以当副词，最后的，也可以当名词，最后的人或物啊。哎，这个另外这个很特殊，这个我们不去记也没关系啊。但是有看过啊，做鞋子的模型也可以当 last 啊，所以这个比较特殊啊。所以 last 最麻烦的啊，除了一字多以外，就它可以当啊名动形副啊。为什么讲名动形副？因为所有英文单词里面，名词比例最高，第一名、第二名是动词，第三名形容词，第四名副词。late 啊，完全不卷舌，就是形容词。迟到的啊，晚的啊，晚期的，晚到的啊，已故的，前任的啊，最近的啊，刚到的，新的啊，就这些意思啊。但是意思都区隔蛮大的嘛，因为晚到的跟前任的没关系嘛，前任的跟新的也不一样嘛。也可以当副词啊，迟到的啊，或者比较晚的，晚期的啊，或者不久前的 ，later 啊，不卷舌 later 啊，就是形容词比较晚的啊。啊，它也可以当比较级啊，可以当类的比较级啊，就比较吧。以后的啊，下一半的啊，末期的啊，这边没有写出来，还可以当比较级啊，类的比较级 ，later。如果最高级 latest 啊，副词就比较晚的啊，更晚的，后来的，以后的这些。拉丁就是可以当形容词、名词。我们先看名词，有拉丁语、拉丁人嘛。形容词拉丁语的拉丁人，当时已经现在很少人会看这个传教士啊，基督教的、还有一些人看得懂，一般人等于看不懂，所以它算一种 dead language 死掉的文字啊，没有在用。而类这个字就很复杂了，类啊，完全不卷舌类的动词名词啊，这边意思太多了啊，这边慢慢念一遍，只念一遍，没办法每个解释啊，你看这意思差很多啊。lay L-A-Y 啊，它动词连放下 push 啊，把砖头砌砖嘛，水泥工砌砖头啊，涂抹下蛋产卵啊，下蛋跟产卵也不一样啊，打赌准备安排平息尘土驱除处于某种状态啊，宣称归罪于啊，把惩罚加于用力做现在啊，谁记得出那么多意思 啊但是反正没关系啊，你能记几个就记几个啊，记不住的就算了啊，有个印象就好，连印象都没有你就算了啊，所以这个老外也没办法。名词就是位置啊，地形或者男女的交媾啊，这个类比较少一点，因为蛋要交媾才会下蛋产卵嘛。lazy 啊，不卷舌 lazy 啊，它比较简单的形容词啊，懒散的，怠惰的，使人倦怠的，缓慢这些啊。lecture 这一般名词就是授课演讲，但两个不一样嘛，演讲不一定上课嘛，上课也算有演讲啊，冗长的训话啊，告诫责备嘛，上课就有老师常常告诫你责备。动词就是演讲啊，讲课教训啊，所以这个讯息量太大，所以最好都是多看几遍啊，但是不要看完一遍再看一遍啊，那记不住啊，就隔个一两天啊，隔一段时间啊，这样子缓一下效果比较好，最后每一个字再念一遍啊。 Jacket, jail, jam, jealous, jelly, jet, lab, label, labor, laboratory, lace, lack, ladder, lady, lag。好，这边呢，这个 lag 跟那个脚啊，
LEG， 小的是卷舌卷巴 LEG 啊，像这种音叫区别，看来人家一听大卷舌 LEG 啊，比较走得慢 ，LEG 啊就是脚啊，这是重读叫区分开来 ，Lake， Lamb， Lamp， Land， Lane， Language， Lap。Lash, last, late, later, lying, lay, lazy, lecture 啊，这几家字。